没有了香港美几家了，像这个铺子这么大规模的，全香港没有了。 我是6岁开始学理发的，靠自己学，看了差不多的时间，就请求朋友晚上来剪啊，跟他剪啊，跟自己同事剪啊，剪了这么上下嘛，就自己做了，做师傅啦，做不师傅身上去了。上海理发店，他一个顾客进来，以前有香烟，有这个毛巾给你擦脸，有个招待的小姐，服侍你毛巾，跟你走的时候跟你衣服说的干净的了，他做的手艺也好。 各方面不同的，上海理发店理发的理出来的头发比较捆着，比较大方好看，比的理的比较仔细。理过发之后就刮脸、刮胡子，刮得干干净净的。刮得干净之后呢，就下去洗头，洗好了头，那个吹风的给你吹头，擦那个头了，帮你吹的头发呼呼的。广东那个理发，他就垂手推上去的。 尽管了，经了几十年，他不能再远，他都要来，有一种感情嘛，好吗？不是一定理发的嘛，他一种跟你感情，好像见到你好开心，啊，你见到他也开心。假设常有不进这个客人，哎呦，这个客人不晓得哪去了，不晓得怎么样了，最近生气怎么样了，那挂住他嘛，有种感情吗？我们这个铺子装了30多年没装修过，没有装修过。 这个是你看那个楼梯口那个纹饰是意大利的纹饰，现在有钱都买不到了，现在有钱都买不到，也没得啥好亮的，好吗？没有了，现在没有，也没这么大的技房啊，没这么大工程啊，好吗？出租的时候楼上楼下28个人吃饭呢，现在没有了，客人流浪少了，现在全部楼上下只有14个人，最主要是租金，你30万租，10000块钱一天，说你也不贵钱一个头。 你要紧到时候给他，不同了嘛。这个时间人多，不过新车没吃，有的一般的基本上的基本科。几十年前那些人客人还没老，还没老化，嗯，现在人家老了，人家玻尿了，有的不在了，有的不能跑了，身体不好了，是吗？好多问题的嘛。但是一直风光加租，就是关门大街。 你再过5年，你到香港来旅游，或者你以后到香港来做工，你再找到这儿来找这个铺子，可能就没有了，没有了。